同时一个非常知名的啊汉学家。嗯，那么您是怎么跟这个汉语结下渊源的？就说您学汉语的初衷是什么？最初的想法是什么？嗯，就是我想就是怎么说，就是太简单的，太明显的，就是因为中国跟美国就是这两个国家的是这个我们地球上的，就是这两个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了。我的基本的动机是要养成这个双向的交流，美国人可以了解中国文化，可以了解中国人的心。我想就是未来没有什么冲突。刚读高中的吴伟克接触到林语堂的作品，这让基本具备中文阅读能力的吴伟克兴奋不已，手不释卷地反复阅读。我在高中我看过好多林语堂的作品，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好的，有这个林语堂的作品对中国感兴趣了，如果去康奈尔大学学中国文学。刚刚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，吴伟克的老师对他说，研究中文就要到图书馆去用眼睛看，你的目的不是到中国去，你不用张嘴学说汉语。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下，致力于研究汉学的美国人也只是具备了相当的阅读水平，而说汉语的能力却因教学方法的局限而被忽视了。当时我在Ohio 这里大学，他们请我帮他们教中文，一开始教他们中文，我一直到我不知道怎么教中文。面对没有现成汉语教学经验可循的窘境，吴伟克苦苦探索。而正是得益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潜心研究，吴伟克在孔子的《论语》中找到了破解难题的答案。我看那个《论语》第一句话，你知道这个《论语》第一句话，谁都知道，是学而时习者，不亦说乎？所以我第一次我看到这个，就是我想念那个这个。我们有一在康奈尔大学有一个一门课，就是我们念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《荀子》《兵法》《孟子》，这个意思是你要学习一个东西呢，学习一件事，你要常常复习。就是从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这句中国古话开始，吴伟克让他的学生们要养成一个好的学习方法，那就是要经常反复的练习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语言这种实践性很强的技能转化为自身的技能。学而时习之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，养成一个不论是教外语的也就是这、就是一个在教育方面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可以用的一个想法。所以那就是我学古代汉语跟我教现代汉语的这个桥，就是那句话。在吴伟克看来，语言要在文化中交流，而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应该重点关注中国文化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，一个是行为文化，一个是信息文化。所以我们说就是要学习汉语，我们从文化开始呢。所以我们有这个体验文化，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比较注重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用的中国话，用的汉语。这个体验我们用一个比较特别，这个是体验的体，跟表演的演，对，我们就放在进去。这是因为就是说我们要就是我们的学生，我们要他们学到这个就是一批中文的，我们要他们如果我们要知道他们会不会用，我们要他们表演出来，
我要看他们，我要听他们，啊，所以这个体验的，在我们的想法，这个体验的意思是，就是表扬范，就是表演，把一批文化就是表演出来，我们才知道你这个知识，你这了解不了解的。正是基于教学方法上的不断探索和研究，吴伟克取得了很多宝贵而富有成效的经验，这也使得他在美国争取到了很多政府支持的项目。其中1996年和中国共同开展的汉语培训旗舰工程，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这个汉语旗舰工程是我们政府这些支持的这一个项目，我们的这个建工程的目标是给这个美国学生一个机会，就是学到这个汉语水平比较高的一个。作为吴伟克的学生，也是美国旗舰工程在青岛方面的负责人简主任认为，旗舰工程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培训项目中脱颖而出，是因为它的项目指导思想不同。要我们跟其他现在比如说美国的学校在中国的项目很多，但是我们跟他们的可能最大的两点不同的一点就是那个指导思想。其他的那些美国学校在中国的学习项目呢，都是尽可能的把项目办的给这些美国学生越少麻烦越好，啊，让他们越少文化上的不适应感，越少越好。我们是反过来，就是你到中国来是美国人的责任，来适应中国的文化，而不是说，改造中国文化来适应美国人，因为他们主要是要学习中国文化，所以我们是尽可能的不减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不适应感，然后他们通过克服这个不适应感来真正学到怎么用中文来沟通。由吴伟克创办的旗舰工程最初的名称叫做中美纽带，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同吃同住一同上课，一部分的课程用英文讲授，让中国同学了解美国文化，另外一部分的课程用中文讲授，让美国同学了解中国文化，然后组织他们共同做项目，分为研究型的和实习型的。直到2005年以后，中美纽带项目因为得到了政府的资助，成功变身为一个汉语旗舰工程。这个汉语旗舰工程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汉语旗舰工程，是个硕士项目。出来以后呢，硕士，那么他们要写论文，论文是用中文写的，做论文答辩也是用中文做的。这个听起来，好像很理所当然，你是研究中文的东西应该用中文做，那在美国是开天辟地的事情。你哪怕到最好的大学，最有名的那些长青藤大学读的中国研究的硕士博士，那个论文都是用英语写的。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次这样的尝试，就说你研究中国法律，那么你那篇论文是应该用中文来写的。那这对学生是不是来讲有点太困难？能达到？实践证明能达到，就是你对学生的期待值有多高，他们一般来讲就会往那个方向努力。我们自己觉得长期以来，特别是在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有一个最大的，如果说是弱点嘛，就是对学生的期待值太低了，对期待值太低了。那么一般人特别是学生哈，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，你既然不期待我干得这么好，我肯定就会干得比你期待的还要低一点。旗舰工程招收学生时没有过高的门槛，学生来自美国的各个大学，汉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。在教学中采用体验教学法，就是首先要求学生要设身处地地去体会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，其次要求学生再表演出来，熟能生巧，学会用中文的方式来思考、说话、做事，让这种习惯成为第二自然。因为如果他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工作，他要做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一个工作，他们
就是都需要，所以就是我们的项目就是说说写读都一样，就都非常像。旗舰工程经过多年的发展，目前已经成功培养了很多具备较高汉语水平的美国人，这些人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来到中国谋求事业的发展，李慕白就是其中的一位。那么你是这个旗舰工程出来的学生？对。嗯，回头再看这个旗舰工程，你怎么评价这个工程？我个人觉得挺好的。我不仅仅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旗舰工程的学生，而且我本科也在那边读的，所以我就从初级跟吴老师开始学汉语的，啊，然后我觉得我在高中啊学过几门语言，到现在什么都不能说，啊，我觉得吴老师那种很独特的教育方法真的有效，我现在能说的汉语就是一个证明。对。目前李慕白在中国湖南电视台国际频道担任主持人工作，在中国已经是小有名气了，可是他还谦虚地表示自己还不满足现有的汉语水平。语言是那种你越学越发现你不知道的有多大，所以还有一句话，活到老学到老，还有三分学不到，是吧？所以我学的还好吧，但是我可以承认我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所以我在不断的继续学习。已近花甲之年的吴伟克教授仍然致力于搭建语言沟通的桥梁，为了加深中美双方的交流不断的努力着。您学习汉语的渊源是由林语堂先生的著作小说开始的？对对对，喜欢上研究了中国文化。可那么今后您还会继续研究？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。我想我们因为在这个我们这个旗舰工程的这方面的这个项目，这方面的事是很多，我们还没做完呢。我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以后，我退休了以后，我也要再去学习古代中国文学，就是我原来的兴趣，又还感兴趣呢。因为我觉得在古代中国的那些这个那些书籍啊，有好多还不太了解的现象。就是如果时间够的话，我要再去看到这个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。